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虎奇 Hugili， 目前是 AX2 的概念设计师，擅长的项目是场景的概念设计。很高兴这次能在 WinFox 跟各位分享我平常在 Blender 的场景创作的流程。Blender 是一个免费 3D 软体，功能之强大，操作简单易上手。最近在各领域，不管是动画、游戏、插画，甚至是概念设计的领域，都掀起一阵无可抵挡的旋风。这次我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套 Blender 概念设计教程《海上车站》，内容会从最基础的草图发想到 Blender 的基础知识，包括基础的建模方法、布料模拟、粒子系统，到后面用插件的方式最有效的搭出属于你的场景概念。再来学习基础的材质节点，使用 Quixel Bridge 这套免费的高质感材质库上材质，再回到 Blender 打光与渲染，最后再进到 Photoshop 进行合成与绘画。在这套教程，我将直接透过做场景的流程，由浅入深的一步一步的讲解制作上会用到的内容与各种小技巧，让你学完的同时及做完一套完整的作品。之后您除了能在这里学到关于 Blender 制作场景概念的知识，我也会分享如何制作简单的小动画，让你的作品与想法变得更加的生动。这个教程适合在 Blender 完全的新手，但需要使用过 Photoshop 或其他绘图软体的经验。如果你准备好，期待你能跟上我的脚步，一起打造属于自己的海上车站吧。